长官，长官，给口烟抽吧。闭嘴。长官给点吃的吧，听说解放军优待俘虏，喝口水总行吗？就是啊。你们两个人去那边。是。你们两个到那边去。是是。张医生，你带两个人到前面去，看看附近有没有老百姓，要点吃的喝的。好。小队长，这一带荒山野岭的，哪有什么老乡家呀？那就砍竹筒，接泉水，打几只鸡烤着吃。是。弟兄们，快点儿！啊！哎，老大，他奶奶的，上当了！赶紧回去，走！解放军人不多，你打高的。你们呢？跟我走。是，走。好。弟兄们，我是田大宝，我来救你们来了。共产党要把你们五马分尸，快跑啊！都坐下，不许动！啊！你我人，我谢寡爷。你们这帮没出息的家伙，汗毛没掉一根，手里的家伙没放一枪就丢了，啊！把老子脸都丢尽了，让老子怎么在乌龙山走动啊？弟兄们，别怕，共军人不多，散开，分头跑。是是。找着枪了，别站着！哎，队长，长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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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自己送上门来了是吧？啊！解放军马上就来了，你快投降吧。好，我投降。我看你还是投降我吧。小娘们儿，跟我玩这套你不行。哎呦你个臭娘们，你死了，你敢自己哎呦啊，你救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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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何队长，快追土匪，快追土匪，救姑，救姑，你醒醒，你别吓我，你别吓我！杨子，杨，你带人再去追土匪。兄弟们，到，跟我走，走，走，快点，走。
小姑，小姑，小姑。醒醒啊！小姑啊！小姑，你醒了！小姑，小姑醒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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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贺队长，我的命是你给的，这份情我这辈子也不会忘的。嘿，不哭啊，开开心心的，就什么事也没了啊。小姑啊，好好的。总司令，没想到啊，您还有这手艺。在黄埔上学的时候，我们都是自己补的，好多年不用了，这手艺啊都忘得差不多了。爸，爸，嗯，你可是总司令，怎么干补鞋匠的营生？这些兵啊，是你爸的兄弟，情同手足，只有手暖了，这心呢才会暖。爸还真会笼络人心啊。带兵的要爱兵如子，你把他当亲儿子看，到关键的时候他才会替你卖命，才听你的指挥啊。谢谢爸的教诲，女儿受益匪浅。哎，你拿的是什么呀？哦，是给台湾的电报，起草好了。念念，我乌龙山各路纵队为配合国际反共阵线积极出战，连日大小胜仗20余次，打死共军4人，打伤10余人，缴获粮食50000余斤。丫头啊，汇报不能这样写。你想想，打了20几仗，才打死了4个解放军，要让国防部听到了呀，会笑掉大牙的。回去重写吧。我马上让报务员重新起草。丫头啊，你要记住，干活是门手艺，汇报呢是门艺术。快去吧啊！是。报告，电报底稿写好了。念。我乌龙山各路纵队为配合国际反共路线积极出战，连日大小胜仗20余次，打死共军300余人，打伤近1000人，缴获各类武器数100支，粮食10万余斤。缴获这么多枪，这么多粮食，那以后还怎么开口要台湾空投啊？那把缴获的武器和粮食划掉。可是我们打死了那么多的共军，如果没有一点缴获，是不是太假了？
爸，不用看了，很好，马上发报。爸爸，是。丫头啊，我从来没有当面表扬过你，今天呢，我要好好的夸。门第之分，这些都会打碎我们心里的白日梦。我就不信爸年轻的时候没有做过白日梦。做过，白日梦，人人都做过。不过呀，早醒早好，晚醒那就糟糕了，不醒那就是妖。好了好了，爸爸不跟你说这些了，你代表我马上去趟山神庙。好好的奖励奖励田大宝，他现在的动静啊是越来越大喽。一共才打死四个解放军，他还好意思要奖励吗？哎，不管是大动静、大胜仗还是小胜仗，只要能打死解放军，鼓励我们的士气，那就好。这样，我们的士气就会提高，台湾方面知道了，就会对我们更加重视。拿什么奖励他？丫头啊，你看着办吧，爸爸相信你的能力。我先走了。弟兄们，真是老天有眼呐，让老子反败为胜，救出了我的弟兄，抢回来弟兄们的枪，还打死了四个共军，缴了他们一挺机枪、三支步枪啊！榜爷了不起啊！各位兄弟们，这次咱们下山啊，榜爷是亲自上阵，英明指挥。关键时刻，榜爷独自一个人把共军给引开了。喂，榜爷不愧是咱们乌龙山的第一英雄。对，英雄，小意思，小意思。弟兄们，老子这次可是惊险啊，子弹打光了，两头都被共军堵住啊，那可是走进了死胡同啊。可是天无绝人之路啊。啊，老子的亲儿子黑牛临危不乱，从共军的眼皮子底下把老子给救出来了。哎，黑牛啊，爹，见见弟兄们。是，爹。老子这一仗打得过瘾呐，我田大榜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我宣布，从今天起，黑牛就是我的北天门了。哎呦，各位兄弟，拜见北天门！拜见北天门！拜见北天门！天门是干啥的？哎，黑牛兄弟，
我跟你说啊，这北天门呢，那就是榜爷的左膀和右臂，四大金刚。行了。哎呀，老子今天高兴啊！弟兄们，把酒都端起来。来来来来来来。哈哈，四小姐，你来的正是时候啊！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亲生儿子黑牛。黑牛啊，见过四小姐。四小姐，请坐，请坐。嗯。哎，来吃菜啊。好。我说绿姐，你家主子都跟我干了，那咱俩也干一个。来来来来来，干啥啥啥。哈哈哈哈。田司令。哎，黑牛啊，这里是我原来警卫队长睡的地方，你就睡在这儿，隔壁就是我住的房间。以后你就是我的警卫队长，爹。我一人睡这么大的床，要不我还是跟您睡一起，保护您也方便。哦，我的房间人来人往，我怕吵到你睡觉。不是，你房间吵，要不你睡这间，我睡你那间。行了，你就听侯四安排吧。榜爷您休息。黑牛兄弟啊，侯哥，他是谁啊？兄弟，上山有三大好处：吃香的、喝辣的、睡嫩嫩的。这是我从山底下专门抢来的黄花闺女，没碰过女人吧？让她好好伺候伺候你。不要，不要，这傻的才不要呢。我不要，让他走。
清水货，没开过包啊。嗯，大爷，你放了我吧，我才十四。放了你？放我吧。不要！不要！穗阳。四小姐，哪里打枪？枪声可能是后院，田司令的房间。可惜了，可惜了。爹，怎么回事？没事儿，这丫头不听话，找个地方埋了。哎呦，四小姐，哎，您请坐，请坐。让您见笑了，您请坐呀，请坐啊。哎，这个戏妹子她不开窍，本来想让她快活快活，结果呢，怪不得我呀。啊，他，他的压寨夫人不是也是抢来的吗？他有老婆？啊，有啊。我怎么不知道？哎呀，谁都知道，就你一人不知道。不过他这个压寨夫人呢，就像是墙上的画，只能瞪眼看，不能上床干。我真怀疑他有问题。哎，四小姐，您好走啊。四小姐，早点休息吧。等一下，绿姐，还有事儿。绿姐，你有没有相好的人呢？那么，想不想穿军装吃军饷呢？像四小姐一样，没错，像我一样。谢谢四小姐照顾。那好，从现在起你就是正式的国民革命军的军人了，我授予你少尉军衔。我一定好好报答四小姐。我也这么认为啊。
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田大榜很喜欢你。田大榜，他可是个大色狼。都让你干什么呀？的地盘，只有老子可以说要还是不要。王爷，我不是你抢来的女人，我是国军少尉。国军少尉？老子是国军少将，我这辈子什么女人都尝过，还就是没尝过女军官。三小姐，救命啊！王爷，我去给你打洗脚水。小七，哎，我要你出去一趟，你愿意吗？我听大头领的。我要你下山去找刘玉堂刘连长，告诉他是我的意思，邀请他上苗家山来。大头领，您还真的要刘连长过来学卢生啊？学不学卢生是他自己的事情，也要看他自不自愿。我要跟他谈的是我们联防队改编的事情。那，您不是已经定了3个月的期限吗？我改变主意了。我想有些事情先谈起来比较好。好，去吧。那我去了。嗯。炸！炸！
大统领真的想通了，这么快啊？刘连长，这个我也不太清楚，反正我们大统领说了，改编联防队的事可以先谈起来。那太好了，既然大统领有这个想法，那我们马上走。刘连长，我们大统领有个条件。哦，什么条件？大统领就请你一个人去。哎，这么说来，阿西苗苗真的没有听刘玉堂的话，接受改编我先告辞了。新郎，阿西司令是要叫刘玉堂做他的新郎呢。可是谁让我们是人呢？是人就会有阶级之分，就会有高低之分、门第之分，这一些都会打碎我们心里的白日梦。白日梦，人人都做过，不过早醒早好，晚醒那就糟糕，不醒那就是个妖。我死丫头宁愿不醒，我宁愿做妖。死丫头，要是玉堂哥真的让阿西苗苗抢走了，你能甘心吗？你不是说过吗？只要是为了爱情，你就可以不顾一切的吗？
小姐一个人下山，我估计是去见刘玉堂了。总司令，我们就这点实力，如果真的要打起来，阿西苗苗的一个联防队就能把我们给吃了。你懂什么？我们不是要打阿西苗苗。那总司令是另有主意了。你想过没有？四丫头半路上一定会拦住刘玉堂，我们可以借用四丫头的一臂之力把刘玉堂给抓住，到时候这就有好戏看了。总司令高明，去吧。是。二三，我没想到，我真的没想到。以前是那么单纯的一个小姑娘，现在居然变得这么狡诈阴狠。你已经不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死丫头了。好，我知道你说的这些话全都是真心的。把枪放下，你心里还是有我的，对不对？从来没有把我当成你的敌人，对不对，于大哥？
跟我一起走吧。你别这样，冷静一点，你先冷静一点。玉堂哥，你现在还认为我是你的敌人？那边，快去那边看看。快发现他们了。死丫头，我们俩是不是敌人？这两把枪已经说明一切了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现在天天在枪林弹雨里，我已经习惯了。你的人已经来了，我看你怎么放过我。不，你错了。我就是再恨你，我也不会希望你死。总司令，发现刘玉堂。快，死丫头就在前面，快！快！我爸爸来了！快快！冲啊！活住刘玉堂！玉堂哥，他是不会放过你的，你快走，你快走啊！